哎，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你只剩下一个月了。啊，那好消息呢？我的助理答应明天跟我约会，耶！看别看了，往前闯了，背弃。喂，婷婷，换我猜拳，我赢了你就做我女朋友，你赢了我做你男朋友。讨厌，你好卑鄙哦！剪刀石头布，哥，平手。我的手机收不到任何来电和讯息，让我看看，你的手机没问题啊？我知道。好激烈的比赛啊！爬上来，阿文，到世界的顶端。